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下列何者是电磁波了 ？A. 镭射光，镭射光是电磁波。B. 红绿灯的灯光也是电磁波。C. 太阳光也是电磁波。D. 阴极射线，阴极射线不是，阴极射线哈是电子。不是电磁波。一，阿法射线，阿法射线是氦核，也不是那电磁波，哦，是氦核的，氦，哦，就氦哈，外面已经拿掉电子，是氦核，这个就是阿法粒子，也不是电磁波，所以答案选 A、B、C。